哎，太阳出来，月亮回家了吗？对啦，星星出来，太阳去哪里啦？在天上。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它，它回家了。太阳休息，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。果实就是吉祥的一家。宝贝啊，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，那妈妈呢？妈妈像绿叶托着红花，我呢？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。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